说吗？我操，说。他戴乐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小璐简肉。今天咱们又倒库一批好货，这批货的话绝对是好东西。咱们差不多谈了半个月，期间呢还有两次差点被别人撬走，不过最后还是被咱们拿下，一共是1000多台。这个是智能眼部按摩仪，萌压竖耳的，大家看一下，全部都是原箱原件，全期没有拆封的，工厂今年的新货，上个月刚刚做出来就被咱们简肉抢过来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子侧边有一些介绍啊，功能是非常多。这个面罩的话是亲肤的 PU 材料，比较透气还有舒适，也可以擦洗，而且内置的电池也是非常大，持久续航。这边是智能音乐护眼仪，它适合眼干、眼涩、酸胀、视力模糊都可以用它，可以连接蓝牙然后听歌啊。后边也是一些功能介绍，使用人群是大中小学生，近视、远视、散光，用电脑、用眼过度，或者是长时间佩戴眼镜引起的眼睛疲劳者。第二个是用电脑操作者，就是会计、设计师、文秘、教师，长时间开车的司机，精密仪器工作者，用眼用脑为主的就是工作人员。盒子后边是一些产品参数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建议啊，是598，咱们收过来是100多收过来的，这个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是吧，就非常合适，板板正正，非常整齐，非常漂亮的货，全部都有这个塑封膜，直接从工厂里面拉出来的。这种货我还是比较爱收的，因为它几乎不可能是有坏的，真正的这个售后无忧是吧。然后每一箱的话是有30台，全部都是原箱原件。然后咱们现在拿到办公室，给大家详细的测试，然后说一下这个智能眼部按摩仪。好，现在咱们拆封了一台这个萌压的智能眼部按摩仪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很有分量啊。然后对，重点给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盒子的背面呢是有一个这个码，可以辨真伪，它是刮开以后有一个那种验证码。刚才我查了一下，啊，就是非常正规啊，这批货。查询的是正品，底下还有一些官网什么的，就是显得是非常正规，大家感兴趣可以搞一下，收到以后验证一下是吧。打开这个眼部按摩仪的这个包装以后呢，里面是有说明书，还有合格证，包括这个充电的充电线，全部都是最新的 C 口 Type-C 接口充电，跟家里其他的设备也都通用，可以用个5伏的那种充电头就可以充电。这个是使用说明书。咱们今天收过来的这批眼部按摩仪呢，跟咱们之前收的都不一样，这个是可以气压的，就是会自动的打气，它有一个气压气囊。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简介啊，它对眼部的这个酸胀疼痛疲劳都有缓解作用。然后里面也是内置音乐，也可以连接蓝牙播放音乐。然后它是气囊式气压按摩，通过充气放气，然后对眼睛周围的肌肉产生按摩的这个效果，这个只有亲身体会一下才知道多么舒服。然后这个萌压的眼部按摩仪呢，它是有5个模式，综合模式，还有清晰模式、睡眠模式、活力模式，还有舒适模式。这个有气压，还有震动、乐肤，包括音乐，里面介绍的是非常详细，这个功能是非常多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按摩仪内置的蓝牙可以连接咱们手机，边按摩然后边听歌，就是非常舒服，非常享受。它里面是有气囊，一会儿给大家测试大家就知道了。这个就是按摩器的主体，它这个表壳是 ABS 材质，所以说还是比较高端的，不是那种低端的塑料啊。然后塑工是非常精致，细节满满，拿在手里面也是比较有分量。里面这个内衬是 PU 材料，就是非常的亲肤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塑工啊，它是没有多余的线头，然后这个接缝什么的也是非常的均匀。还是那句话，拿在手里面绝对不是那种低端货，摸起来就是比较高端。长按开机，开机以后里面会有中文的提示音啊，咱们收的这个全部都是有提示音的，都是咱们中文的这个提示。现在正在充气，大家看到了吧，两边鼓起来了，然后里面也鼓，它是气囊式按压，它会充气也会放气，跟咱们之前收的那种眼部的按摩仪带个球然后动的那种不一样。
这个肯定是要更舒服一些。一共是有五种按摩手法，五种模式。哎，我现在这个手指摸的这个部位啊，有点发热了，这个是支持热敷的，这个升温速度也非常快。具体的大家可以收到以后研究一下，看看哪个模式最舒服，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感受也不一样，是吧？反正这五个模式大家可以任意的去调节，所有适合自己的。这个是气压加上震动加上热敷再加上蓝牙音乐，功能是非常非常多，这个戴到眼睛上然后按摩的话肯定是非常舒服，而且这个内衬摸起来就是非常舒服，它不是市面上一些低端的那种织物布料或者是那种硅胶的，这个是亲肤的 PU 材料。综合模式就是全开，然后它是可以连接蓝牙，我拿个手机给大家连接蓝牙试一下啊，它里面内置的音乐就是几首。好，用咱们这个手机啊直接连接这个 YBY， 大家看一下，一连接现在就是连接成功，它这个按摩仪也会有提示啊，就是提示蓝牙连接成功，全部都是中文的提示音。找首音乐放个歌试一下，想象一下戴上这个眼部按摩仪是吧，按摩着然后再听着歌，还是非常享受的啊。大家能听到这个声音吗？它这个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？这是没看见有喇叭呢。大家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啊，是气压打气的声音，然后里面是震动，也会震动，放到桌子上就是比较显比较明显这个声音。大家不要以为是杂音啊，这个是正常的声音，因为咱们收的这个是气囊式按压，它会打气会加压。我刚才试用了一下啊，这个用蓝牙播放音乐，这个音质呢也还行。咱们再换首歌曲给大家试一下，这个不单单会打气充气也会放气，就来回循环充气加放气。大家明显能看出来这个气囊啊，一会儿鼓起来一会儿瘪下去，是吧？我自己拍视频的话不好给大家演示，我让咱们库房打包的一个小兄弟过来，然后戴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际效果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戴上以后的效果啊。它会动呢。动吗？嗯，那勒得紧。它是气压打气的是吧？是吗？还松还泄气呢。嗯，舒服吗？我操，舒服。它带热敷发热吗现在？嗯，对。我给你来首音乐，来放个音乐，连蓝牙这个能放音乐，能听到歌吗？能。能换模式，咱这儿听一下。刚才让咱们库房打包的一个小兄弟演示呢，我是实在不好意思继续拍下去了，因为他一直说太舒服太得劲儿，就是避免有点广告嫌疑是吧，就直接不拍了。反正大家实际的收到以后自己感受一下，肯定是非常得劲儿，而且是支持折叠的，这个是折叠以后方便收纳，然后张开的话就可以直接戴到眼上按摩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咱们100多收过来这个萌压的智能眼部按摩仪，这一套的话拆开咱们就送给那个小兄弟就行了。他平时戴眼镜是吧，戴眼镜的就是肯定是比较好用，戴眼镜的话眼睛容易疲劳嘛，或者看电脑看手机看的比较多的话，按上个十几分钟那个眼肯定是非常舒服，顺带着这个精神什么的也是就比较饱满是吧，人显得也比较精神。好，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，喜欢这个视频记得关注一下李小璐剪肉，后期有更多更好玩更便宜的东西我会分享给大家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